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你一直梦想建设一座岛屿度假村，但又不想在规划和建设上耗费太多时间精力，那么 Bird Cay 或许正是你所寻找的理想之地。Bird Cay 占地250英亩，位于巴哈马贝里群岛的南端，距拿骚仅30分钟飞行时间。该岛四面环海，临近的岛屿和沙滩不仅赋予了其极佳的私密性和安全性，还使这里成为避世之所。岛屿西侧的 Chop Cay 配备了高标准的码头、私人度假俱乐部、餐厅以及一个5000英尺的跑道，为其提供了与外界的便捷连接。该岛靠近大巴哈马浅滩和海洋蛇，无论是钓鱼、航海还是潜水爱好者，这里都是一个难以抗拒的天堂。岛屿的地形多样，拥有超过 4.75 英里的海岸线，点缀着白色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，呈现出壮丽的海洋景观。岛上热带植被丰富，棕榈树、木麻黄树、柑橘和椰子树林相互交织，小径蜿蜒其中，为探索自然增添了无穷乐趣。广袤的草地为未来的开发项目提供了无数可能性，甚至可以打造几个高尔夫球洞，进一步提升岛屿的吸引力。近几年 Bird Cay 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大规模的升级与改造，新增了11座海滨小屋和一个大型度假区。这些小屋设计现代，虽未完全建成，但已经接近完工，未来将为住客提供绝佳的海景和私密的居住环境。岛上还保留了几座经过翻修的石质小屋，适合长期居住或作为高端度假别墅使用。在岛屿的西端，已经规划了一座主建筑的建设蓝图，未来的岛主可以依据这一规划打造出自己的奢华居所。全岛由多个太阳能发电阵列供电，体现了对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。此外，岛上还有充足的储存空间，既可用于物资存放，也为未来扩展项目提供了保障。Bird Cay 是一座永久产权的私人岛屿，无论是用于商业度假村的开发，还是作为家族的度假胜地，都展现出巨大的投资潜力。目前，这座岛屿正在以3800万美金的价格出售。如有兴趣，欢迎随时咨询。下期见。